好，要开始哦。首先呢，你就会看到你有的 body 嘛，对 ，body 就长这样子呀。然后会有一个橡胶套，橡胶套这个要怎么套呢？就是你看这个橡胶啊，上面有一个，就是上面窄，下面宽嘛，就跟 body 长得一模一样，上面窄，然后下面宽，所以呢，就是照着一模一样套上去就好了。这有个一块，上面有个三角形的，就是正面。正面这边套上去耶，就跟着，也套上去。好，然后套完以后，你就稍微自己调整一下。好，弄完就是这样。这样子啊，有这个橡胶套套着，然后你就是不会叫，不会乱跑了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小袋子，你平常就可以自己收纳这样子。对，你就是这样收啊。然后我通常都会跟这个塑胶套都放进去，然后收起来放进这个蓝色的小袋子。哈，好，然后就可以带出去旅行或是收起来咯。好，接下来还有一个保湿喷雾。这个保湿喷雾呢，就其实就是有时候你在就是用 body 的时候啊，我再把它掏开来，好麻烦哦。这样，比如说你在用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先喷一下，喷一下之后你就摸着比较好感应。然后如果你电流很强的话，其实不要用也可以啦，哈，都可以。好，然后有一个那个小座，这很可爱。就如果你用的时候啊，你就这样放着。看到啊，这你就不会用，就说啊，不知道这样放还是这样放嘞，好奇怪哦。对，好，接下来就是蓝白胶。蓝白胶呢，蓝胶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它是搭配机器一起用的，这两个里面都有 AGLAC 的成分，听起来很厉害吧？对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它就是可以帮你把你的毒素啊、脂肪啊都这样排掉，然后就会随着你的淋巴排出去。好。然后就还会帮你紧实哦，拉提，对，等一下会教你。然后白胶呢，白胶的部分它其实算是一个维持乳的部分。然后白胶很重要，就是一定要就是早晚都擦这样子，它里面就可以也是帮你嫩白紧实。然后这个很重要哦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没什么要讲的，好，第一阶段到此为止。